睡不着的时候唱的歌果然是有点催眠的，说实话我每次唱的都有点精神游离了。对，然后呢刚刚还是说到，等一下 我太累了，我要坐下了，算了，我跪着吧，等一下，那我斜坐着，后面的人看得清吗？嗯，看不清。哎，我刚刚发现，我刚刚发现粉，我刚刚发现那，没事没事，没事没事，我只是唱歌唱累了，坐着好像也没法休息。嗯，我刚看到了那个战区里有一个粉丝发色好特别啊。对啊，嗯，谢谢你，你好像那个伊泽瑞尔，就是那个英雄联盟，你们没玩过吗？就是里边那个，好特别，好特别。然后今天看到有，我之前说有那种 cosplay 的，今天怎么没有看到呢？啊，你 cosplay 啊？哦，原来你是 cosplay， 我以为你本来就那样呢。啊 ？cosplay 保洁，保洁。哎，我发现挺多人穿那个的。哦。真，下次不穿啊，听话啊。我发现还有那个，这是什么？宇宙哦，宇宙萌妹妹一起。对，我发现大家越来越多人他会自己制作那个牌子，不是现在很流行？你看，就那个一齐，一齐，对，这个很不错，大家就可以多多制作一些新的东西来，我看着也会觉得很开心。对，刚刚说到那个KTV 的话题，你们还有什么歌吗？花火，花火，花火啊！我只能非常遗憾地告诉你们，花火这首歌成功被我踹了这一场巡演，真的，我是没有开玩笑的。你们没有点，你们那你们又会点一些什么激烈的歌？来来，那个安保哥哥，安保哥哥。帮我把那个给我一下，对。谢谢谢谢。这就是我想对大家说的，你们看得到吗？大屏直接切一下。好，谢谢啊。嗯，对，你们还没有什么想要点激烈的歌吗？就是没有想点点那种什么稍微暧昧一点的吗？啊？此时我们感觉不像是一个国家的，你们说的语言我有点听不懂，但就是很可惜下一首歌啊，我还是只有一个人唱两个人的词儿，我好伤心。那我们就下一首歌吧。